Hello，大家好，我系舒人。咁啊，好耐冇见啦，因为都真系好长嘅一段时间冇拍片啦，因为都确实呢段时间都比较忙啦，加上有一段时间就系欧国杯啦，同埋奥运啦，咁啊嚟紧啱啱英超咧先准备起身开季，咁啊可能都同大家略略讲一讲啦，因为之前呢段时间冇拍片，一嚟比较忙啦，二嚟确实冇乜时间睇波，咁啊，始终呢个频道都系希望同大家讲多啲关于足球嘅嘢先啦。咁，但系真系冇乜时间睇波，咁亦都唔想因为咗夹硬出啲片，但系又冇足够嘅了解啦，拍啲唔系咁有质素嘅片俾到大家，咁亦都唔系我喺呢个 channel 想做到嘅嘢啦。系啦，咁就希望真系有啲嘢想讲，例如最近英超准备开季啦，咁可能都系同大家分享下我呢啲睇法啦。好啦，咁首先梗系讲一讲最近嘅风口浪尖嘅呢个车路士啦。咁身为一个即系身边朋友都中意车路士啦，咁都系其中一队我比较留意嘅球队嚟嘅。咁睇到呢个现状咧，其实都有啲无奈。即系大家我相信都有睇嗰条片啦，就系车路士嘅呢个球会专用嘅 stream 入边，居然系有人戏称系一啲香港嘅健身室，系逼到系打可能做一 set workout，咁就系居然要排队咯。车路士据我所认知了解到嘅咧就。好似有一队嘅人数已经系差唔多40人，即系除咗我打机玩 FIFA 啦，咁近年，sorry 系 FC 系啦，咁 EAFC，咁我相信近年大家如果玩得唔系即系非常集邮嘅朋友啦，恐防都唔会一队波嗰个人数系可以去到40人，我记得上限系唔知42定45，系如果打机嚟讲，但系。真系，我真系唯有话车仔个班主系咪真系为咗打机，即系真人嘅 FC 咁样去到做咧，即系唔好明白。咁同埋车路士人脚嗰个方针咧，俾人嘅感觉就系除咗佢系想揾啲有潜质嘅球员啦之外咧。好似冇一个好特定嘅方针，例如当年摩连奴嘅年代啦，可能有一啲硬朗嘅踢法啦，通常球风咧比较直接，同埋有一定嘅身体质素啦，咁先至满足到嗰队波建立嗰个风格啦。即系而家我相信唔少车路士嘅一啲球迷会啦，或者群组啦，都系铁血战士啊、铁血蓝军啊等等咁样，因为车路士嘅防反同埋铁血嗰个风格咧，都系比较。闻名嘅系呢队球队兴起嘅时候嗰个形象同埋嗰个基础，咁好啦，到近年开始打一啲技术流嘅兴起，咁开始想 build up 呢一样嘢，咁都好正常啫。咁但系而家好似冇咗个方向，你话即系今季再换领队之后，希望都慢慢确立翻啲嘅风格啦。咁即系佢都新初初上任，咁当然要啲时间去俾啲即系适应期啊，等等嘅时间去啦。咁但系以呢个收购方针喺班主然后冇一个好固定嘅方向嘅情况下，咁到底车路士今季嘅表现会系如何呢？因为清洗完清洗嘅，我谂都要一啲时间去到俾对球队去消化，同埋球员之间嘅配合，点样去 build up 翻都。我相信都要嘥一定嘅时间，同埋领队仲要拣人咧，状态啦，呢个人好唔好用啦，系啦，啱唔啱会用啦，即系你预期系咁样，但系最后出嚟个表现如何咧，又好难讲，可能有一啲球员系啊奇兵嚟嘅。咁去到另一个又系颇具争议性嘅球队啦，就系曼联。咁我除咗身边朋友中意车路士咧，就系中意曼联嘅，即系唔知点解我身边啲朋友拣亲都系呢啲比较有争议性嘅球队啦。咁曼联咧就其实咧，我想讲曼联咧最
根據佢今次轉會窗所收到嘅人轉咧，其實佢係揾到個方向嘅，即係佢即係你又話哇荷蘭幫啊，聽聽買晒啲識嘅人啦，咁其實呢個好正常嘅，好多人即係摩連都有一啲團隊，即係叫做有自己嘅班底，即係可能大家如果有打開工嘅朋友，可能都知嘅。有時如果一個老細佢有隊 team 用開嘅人嘅熟嘅。咁佢想揾翻自己嘅班底去做一个团队去做嘢，咁其实好正常嘅。咁即系或者话我用翻打机做例子啊，咁你用开边个球员觉得好用嘅，你都会用翻嗰几个球员啦。你玩 Career Mode 会买翻佢，咁你玩一啲即系 UT 咁样，咁你都会抽翻。即係希望都抽翻，或者佢 transfer market 你都會買翻呢個球員翻嚟用啦。咁其實好正常嘅。咁雖然佢有啲叫做過分執着啦，因為之前曾經買翻黑迪莊嘅時候，有啲唔係咁好睇啦，或者 handle 得唔係咁好啦，因為當時曼聯係未換領隊，唔係，sorry，未換班主。咁處理得比較差嘅，咁其實呢個新班主上任之後呢，其實曼聯嗰個管理層嗰方面嗰個咧係真係有一定嘅改善嘅，即係我發現好多人係忽視咗呢一點啦，好着重喺個領隊身上，係啦，咁佢係有啲即係佢同車路士有啲唔同啦，佢係有一定話語權嘅，即係可以 suggest 到班主買咩人，而班主都會聽嘅，咁我覺得。對於建立一隊波咧，其實有好處嘅。咁當然啦，隊波本身即係曼聯呢、這個即係魔城啊，咁啊，傳唔傳承到呢種團隊精神咧，咁啊另一件事。但係睇翻曼聯係開始有翻啲態嘅，同埋佢確實呢種踢法咧係開始有啲踢法俾翻你睇，而唔係話我唔知做乜嘢，逼搶唔知一個人逼。冇人冇配合嘅，跟住进攻套路冇，防守战术冇，咁唔系都唔系嘅，慢慢系 build up 到嘅。即系我唔，其实我又唔系好明点解，当初会揾听轻呢一个领队嘅时候，但系佢好似未，即系我相信请一个新领队去执一队波，佢都系想有成绩同埋有一啲。即系所谓立竿见影嘅嘢可以睇到，但系佢系似乎系比较慢热嘅，但系总算都话都整到啦，都做到一啲嘢出嚟睇啦，咁样讲。但系就我发现即系我都讲一讲我自己嘅睇法啦，就系、有啲球迷嘅讨论咧，即系呢个个人睇法，即系当然大家有自由发表嘅空间啦。即系有啲批评一队球队或者你唔中意一队球队好正常嘅，因为即系假设我有朋友系利物浦球迷，佢好唔中意曼联嘅，咁我曼联嘅球迷朋友咧都好唔中意利物浦嘅，系天然嘅嗰种。即系虽然我哋唔系一啲外国球迷，冇一啲地域性嘅一啲唔妥佢啊嗰种死敌程度应该未到嘅，但系好天然地我支持呢队波，就唔系咁中意嗰队波，或者我唔认同佢嘅价值观。咁都好正常嘅，但系有啲位即系好似曼联咁样样，佢踢得唔好，你又话唉队波废啦，个领队渣啦，好啊踢得劲啦，应该啦，咁讨论嘅意义咪冇咯，即系呢队波做咩都系错嘅，咁变咗系我反而觉得你唔中意呢队波，佢唔好嘅时候，我要令即系同对方讨论嘅时候，我哋令盲目信嗰队波好嘅人都理解佢哋嘅波有咩不足。咁先系讨论嘅价值咯。不过就当然啦，都有一句，大家有自由发表嘅空间。咁最紧要，其实我觉得最好有礼貌咯。咁 其实都即系大家睇波系为咗开心，投入支持自己嘅队伍，然后中立，好有啲中立啲嘅球迷，好似我咁，想睇场好波啫。咁企喺度开心咪得咯。咁其讲一讲，我讲一讲其他。即系我哋嘅 so call 叫做前列分子啦，或者争冠嘅分子啦，其实咁就曼城、利物浦、阿仙奴、
都無可否認啦，好前列㗎啦，最勁都係呢幾隊㗎啦，即係利物浦可以回落啲啦，高波後期，咁今年仲要換咗領隊添，咁就見到佢哋相對嚟講咧，鴿頭都算比較整，因為都好似冇咩好大型，仲好大牌收購啦，可以話。不過咧，其實呢隊波咧，其實慢慢都成型，即係佢要喺自己嘅基礎上面再 build up 咧，即係曼城同阿仙奴啦，即係其實你已經有一隊風格，有一個體系喺度，即係最多都係小修小補，有啲提拔下啲青年軍啊咁樣。咁曼城就當然啦，即係艾華里斯已經賣咗佢啦，咁賣咗去馬體會，咁樣就。就少咁一個叫年輕小將，但係前面個夏蘭特基本上都後生，都冇乜動搖到佢嘅主力位㗎啦，咁就變咗係咯。佢哋都我相信都係趨向穩定嘅一套陣容嘅，即係其實好似曼聯咁樣買一啲人翻嚟唔啱換一啲人，咁其實都唔係咁好啦。咁車路士更加唔使講啦，即係講翻前面嗰兩隊。咁利物浦我相信新領隊都要啲時間去摸索隊球隊嘅。咁穩中求進都係一種好事嚟嘅，咁就姑且睇下佢哋今季嘅發揮會唔會依然係正常啦。即係相信呢三隊波，我相信即係你其實見到呢三隊波隊名，你都知大戰啦，係啦，都姑且睇下佢哋今季會唔會結翻佢啲前列嘅程度啦。咁其實近年呢。我相信好多人嘅留意嘅焦点咧，都系呢一个啦，就系啲黑马分子，系啦。咁到底黑马分子今季会搞啲咩表现咧？其实就我睇比较多人普遍嘅意见咧，都系想睇一睇维拉会有啲咩嘅表现出交到出嚟嘅，因为即系艾米丽上任之后咧，系好明显嘅进步嘅，系真系。踢得唔錯，佢有啲似以前嘅，嗱，好似途中咁樣。佢似以前咧，愛華頓嘅嗰種咧，即係莫耶斯年代嘅愛華頓啊，係即係當然唔係話一模一樣啦，但係佢有啲嗰種好黑馬嗰種感覺。你覺得前面啲人前列分子對住佢都唔穩陣嘅，係有暗湧嘅，而且佢係交到一啲嘅表現咧，係你會覺得服嘅。信服嘅一啲信服嘅表现，好有说服力嘅。咁都希望佢今季都攞咗个开门红啦，已经赢咗个韦斯咸啦。咁都想睇一睇今季表现嘅，因为另外两队啦，咁纽卡素同埋白礼顿咧，系啦。咁啊，呢两队波喺我频道嘅片里面咧，讲呢两队波咧，啲 view 数都系比较高嘅，系啦。虽然我就。即我就唔本身就唔系咁留意，可能咁多嘅球迷支持呢两队波啦。即虽然佢哋系嗰个球队嘅精神啦，同埋系好值得欣赏嘅，因为都好犀利，因为佢哋已经唔系啲叫做好大牌、好著名嘅球会啦，但系佢依然交到一个好嘅表现，系几励志嘅，我觉得。咁啊，但系呢都算做比较沉静一啲啦。即係紐卡素，尤其是即係買咗啲大牌啲嘅球員啦，其實已經慢慢 build up 咗之後咧，嗰、那個動作都比較細咗嘅。咁白禮頓就不嬲都係唔係玩大牌收購啦。咁佢其實 keep 到一隊波，keep 住佢嗰個體系嘅繼續咧，已經係非常好嘅。咁姑且睇下佢哋可唔可以繼續穩中求進啦。咁其他球隊可能就。相對就我覺得唔係太過有嗰種黑馬 feel，係啦。咁如果大家睇到呢度嘅有你隊波，我覺得其實佢都算黑馬，都可以留言大家討論下。咁講埋其他球隊，哇，升班馬嘅里斯特城，咁熱刺應該我唔講，就係因為熱刺暫時唔好俾到呢種感覺，咁都希望佢可能話今季慢慢。飙翻睇得翻好啲，交翻好啲嘅表现啦。即系热刺始终都系都叫出名啲嘅球会嚟嘅，咁都希望佢唔好太过沉沦啦，即系交翻啲好啲嘅表现。即系始终有翻咁上下嘅 brand 嗰个品牌嚟嘅，
我都覺得。咁但係啦，啱啱呢一場，哇！里斯特城俾阿華爾咁樣叫做逼和咗呢隊，咁串咗句啦，就話佢冇冠軍，因為里斯特城即係奇蹟奪冠嗰一次都真係好犀利。即係我相信熱刺球迷都冇得否認，當年嘅里斯特城真係吹佢唔漲嘅。係啊，即佢真係話贏就贏嘅，真係唔知點解嘅。佢都我諗啲球員自己都解釋唔到，真係踢到咁又估唔到咁多年後啦，都仲阿華爾都仲有貨咁啊！即係又即係學以前已故嘅球員家啊，吳廣榮叔話齋波係圓嘅，即係你真係估唔到嘅。咁當然啦，就呢啲就係睇波嘅好睇之處啦。所以就希望睇下佢哋有冇啲咩突出啲嘅表現啦。即係就算可能佢話啲所謂嘅弱隊，未必可能交到啲好好嘅成績，排咗個好好嘅排名，但係有場好波睇，上一上英超揾下錢，其實對佢哋嚟講可能已經滿足噶啦。都佢哋呢種精神，其實我都覺得係有欣賞嘅地方嘅。咁除咗球隊，其實咧啱啱都講到啦，都好想提一提啦。即係如果多人即係今次 view 數又多翻或者之後想深入啲討論嘅，我可能再拍一條片講啦。咁今次可能喺呢度順便提一提先啦，因為都想講一講英超啲球隊咧，有啲現象咧都係比較特別。就好似班主咁樣，發現呢以前即係小弟睇波嗰陣時啦，即係我正式開始睇波，我諗我03年開始睇波，05、06年就開始真係叫做識睇下波啦，會留意到啲戰術啦、咩球星啊咁樣。嗰陣時我哋睇呢係個領隊勁唔勁啦，個球員勁唔勁啦，呢隊波 build up 嘅時候踢出嚟係咩面貌啦。最有爭議嘅就係前車路士嘅班主就係巴博維茨，因為佢係一手將車路士變咗隊豪門，即係本身車路士係一隊中流球隊，唔係特別出名啦，即係唔係特別勁啦。但係佢入主之後咧，就崩錢埋人。咁以前係一種好少有先例嘅情況嘅。跟住後屘曼城就第二個油王咁樣又入主咁樣啦，金元足球。但除了這個之外，你很少留意到呢班主有這麼多新聞的，即是很少有的。例如以前紐卡素的班主啦，艾雪尼出名度叔啦，曼聯那個又是啦，又多爭議啦，跟住是慢慢就越來越多這些班主的消息的，好像車路士那樣，甚至班主的風頭是搶過那些球員啊、領隊啊那樣的，是有些人是直頭連車路士個領隊個名都噏唔出，但係佢知道個班主叫布利咯，亂咁買人咯，買人買到打卡機咁樣咯，咩 FM 啊、FC 啊咁樣玩，係都幾有趣的一個現象，係班主嗰個風頭反而高過啲球員啊、領隊啊咁。而家領隊咧，我相信除咗坦克之外咧，都係即係以前都係留意一啲叫做佢搞得好唔好啦、戰術風格啦。而家係會睇埋，哇！佢補啲咩人咯、啊？專睺翻啲舊，即係識唔識買人㗎？買完又唔係特別勁，又唔係特別有咩貨教。即係其實佢 OK 啦，佢已經都叫攞咗個冠軍啦。係啊，即係雖然含金量唔係高，英超都唔係話好有說服力表現，但其實成績係唔錯嘅。但係變咗、那個焦點完全唔係佢嘅成績或者點樣，而係一啲場外嘅新聞啦，無論係班主啊、領隊啊，大家都係留意啲場外嘅新聞多啲嘅，係一個比較有趣嘅現象。同埋大家都開始留意到一啲球隊嘅架構，車路士係又買咗一個狼隊嘅翼鋒。咁當曼聯雖然係真係買一啲叫做即係個領隊前以前較流嘅球員啦，一個你都可以話品牌嘅亞即士品牌嘅，但係佢哋嘅位置風格同埋個位置嗰、那個球員嗰個特點咧，其實都算係針對性收購嚟嘅，係啦，即係有效嘅收購啦。咁但係另一邊都有一啲球隊咧
系唔理好丑，但求下买到就买咗先啦。即系好似以前真系打机，哇唔知点样搵到啲秘技，无限钱嘅，我买啊，系啊买啊呢个球员中意啊买啦。即系好似以前皇马咁样，但系喂皇马都叫做真系买啲球星翻嚟，跟住佢都有啲绿叶球员去顶啊，同埋佢唔系买好多啫，佢都系廿零人啫嘛。佢唔会话我要全部都系球星，即系撇除实际情况啦。佢唔会话买晒啲球星堆晒喺度咪算咗嘛？而家系买晒啲有潜质嘅小将堆晒喺度就算咯。一队波成40人，闻所未闻嘅，即系我觉得你可都可以话足球有一啲陌生咁嘅感觉，唔知大家会唔会觉得？又留意队波踢得好唔好，个领队点教？即系摩连奴就系防反一代名词啦，哥迪奥拉就控球啦，高普就系热血风格啦。而家系留意就系坦克主义亚迪士嘅品牌，超市嘅版主乱咁买人，就反而点解纽卡素、白礼顿呢啲球队会多咗人中意呢？即系如果你问我呢，其实我谂其中一个有机会嘅原因啦，即系实际我当然都唔知啦。可能呢一啲球队俾得翻嗰种球味我哋。有翻睇波嗰种感觉喺度，我觉得可能呢一个呢，先至系大家会中意呢啲球队咯，因为佢俾到一种因为大家睇波除咗即系想睇场好波啦，咁我相信你支持我哋球队都系有一种球队嘅精神或者佢嘅价值喺度，大家系中意嘅认同嘅，咁可能呢一啲球队。都俾到呢一种感觉啦，反而呢啲所谓强队咧，开始有一啲离题啦。大家主要嘅焦点已经唔喺嗰度啦，咁反而你可以话个吸引力冇咗，系啦。所以大家支持嘅球队，即系当然啦，亦都因为资讯传递得快啦，即系一啲所谓唔出名嘅球队都。总有啲方法你了解到佢嘅，即系好似我自己本身都系中意一队英冠嘅球队。我英冠即系呢啲英冠分子，即系除咗 Facebook 有一个暴力官流浪嘅球迷专业之外啦，咁喺佢嗰度可以了解到好多英冠嘅资料啦。咁除咗咁样，我哋只可以喺官网里面知道嘅啫。咁就但系都叫做有方法，所以就可能多咗唔同嘅人会支持咗唔同嘅球队啦，可以了解到唔同球队嘅价值。咁就去揾到个认同嘅，就继续支持佢哋咯。系啦，咁就今日讲到呢度啦。咁啊，希望呢条片都多啲人睇啦。大家睇到呢度嘅，亦都希望你可以俾个 like，留下言啦，share 同埋最好 subscribe 个 channel 啦。系啦，咁因为都其实整条片都要真系用时间去剪接啊，成啊，即系我当然冇其他人剪得咁好啦，佢哋需要嘅时间、心力一定多好多啦。咁我都尽量，可能除咗睇波之外，我可能尝试下嚟紧都会用啲唔同嘅题材啦。咁啊，睇下真系如果真系假设唔好睇波，咁又唔想，即系我都唔想搞噏啲嘢，拍条片又话讲波。咁可能揾啲唔同嘅题材都拍下片，俾到啲片大家可以都倾下偈讨论下啦。系啦，咁今日讲到呢度啊。